玻璃在播，因为台风影响关闭外滩的观景平台，我们现在去看一下。Got it.
救一个就是外滩的情形。一直到发现台风病这个地面线让景特别的大我们的地面线是不错的只能在这个位置看对岸的陆家嘴。Thank you.
我们将暂时关闭观景平台，请大家尽早前往外滩，谢谢您的配合和原因。游客们，请注意，这是外滩风景。度假嘴里面烟雨蒙蒙，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将暂时关闭观景平台，请大家不要前往外滩。Thank you.
好，欢迎来到金鸡法，下一个，下一个。